昨晚在首尔奥林匹克公园举行了他们的第一场粉丝音乐会。张元英随即翻跳 BLACKPINK 的歌曲 Pink Venom 在网络上走红，受到了韩国网友们的热议。演唱会现场 IVE 的成员们表现得很开心，他们在不知道完整编舞的情况下随即跟跳每首歌曲。当 BLACKPINK 的 Pink Venom 音乐响起时，张元英立即进入了舞蹈状态中，他把舞台上的随机蹦跳舞蹈变成了全翻唱，展现了惊人的舞技。虽然不是正式翻跳，只是见面会的互动随舞环节，但是张元英翻跳 BLACKPINK 的影片随后在网络上走红，网友们也纷纷留言表示，张元英的 Girl Crush 风格居然看起来不错，看起来有 Jennie 的风范，我个人更喜欢她在这个影片中的造型，而不是她通常的公主风格，说天生爱豆也不过如此，这只是见面会的互动随舞，不是正式翻跳，就跳得这么的流畅。张元英的黑发真的太有气质了，已经开始期待以这个造型的下次活动了。